界的女人。我是猫咪。你就是也是猫咪。这不难得，本来就是你说的不好吃的。有对还是死的呀？我要洗一下吃，你不用管的。不用我洗吧，你管的吧，吃了再要洗吧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芳芳。我在好几天没来跟大家说话了，今天这就终于休息了，休息跟大家就说说两句吧。今天要再不说，明天咋样？明天过十五了，今天给不给你把再恢复了丈夫，不给你我老公恢复了丈夫，明天。到公公婆婆家里头吃饭，我公公婆婆看见又来啥呀？又替俺们操心呀！哎，坐啊，来坐啊，来坐啊，坐啊！回去我好几天没来说话了，大家都分到他两个爷爷上吵架了。大家还以为我还是上街老公喝酒吵起来的，我没来上街他喝酒。哦，还不是我们外啥四川牛肉牛角尖，咋着小辫子揪住就不好的人，我还不是外人了。那天说他喝酒，我不是说完就说完了嘛，说完我肯定就不会再去了，真的又吵起来了。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又跟老公说了，再不是说了好几天失业，花了我妈也把钱心疼了家。所以我就说赶紧涨钱吧，但是死难活。所以我就说赶紧涨钱吧，老汉你看我都在年纪了是吧，要是你没学历，要文化没文化，所以我就建议老汉，我就是咱俩要不咱俩死难活走吧。你看俺俩是喜欢自由的人，俺们不喜欢找外固定干的，固定的玩玩了是吧，就是家里头就是干个啥就买啥就不自由嘛，找个网顶站的，而且涨的也不多，涨说过长衫就两三千块钱，就还没在岁数在年纪。哎，所以就跟老汉建议收来货走吧，收来货自由嘛，我说说收就收，不说收就不收了嘛是吧。我就跟我说了一句，我说收来货走吧，话还没拿说完了，后头还没拿给老公解释了，真的收着你，还没拿说了，给我开了个头来，要不咱俩收来活走吧，劈头盖脸的就开始凶说我了，就开始咔打说我了，你没拿见他，你为什么知道吧，咔打我的那种油啊，可厉害了，那，咋地又给他包一次，我管你收来活。错的，你们了。我知道你不要说这些，该开就有了嘛。该开就有了，该开在哪里想错的先该了。他每天就不是在态度，你知道吗？收来货你我哪能买了？不要我说穿我们的菜个。他每天的态度可比咱凶了，所以又才给我穿老的货。你知道吧？就把我就，哎呀，没办法，就把我，哎呀，我这样子给你们没有办法形容他，因为我不知道俺俩还会吵起来。我真的就当知道了，我就是我想是吧？计划计划开改改上呀，所以就知道吵起来了，所以你们拉下来。干当时每天都可凶了，凶的把我穿火都，你知道吧？我心里头是真的晓得了，我都不怕苦不怕累，小伙你同甘共苦的是吧？受难过日，你们一点点感动一点就不说了，你还要劈头盖脸的骂说，把我他骂我嫌我们脑子，嫌我们那考虑在考虑外，他是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好他。他说是生来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我说你不知道这些事了，我还后头还把我说了，那就劈头盖脸的就骂我没脑子啊，骂我什么脑子啊，猪脑子啊，把宰了外了地的把我骂的，好久就把我骂的成了个比豆帮的还帮的人了，把我骂的就穿了火来了，我就顶了他一句，我就说，我就是再没脑子，再外那些他都干的，真说不来，我有无理。我老的原话了，反正我的意思啊，就是说是我就是再找他的干的不行，再找不他得到钱，那也比他天天坐在家的坐的不受白求。就这句话，
那个人喊的，我也是说的不喊瘦，说这句话吧，老汉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心，你彻底的说的，所以爷俩才吵起来的。我好好的说，你看这个不对是吧？咱们好好的说，我也不会和你插火。就一种瞧不起人的，今天我就帮着一无是处帮头了的那种感觉。这个事讲给你自己干过了，你不要拉我。所以啊，那后来啊，那就只是要不要求干，叫我一个人干个了，那他不管，他不包。你说作为我的老公，真的能说出这话来了，我一个人真的干了吗？龙娘也的提都提不见，我本来就干些事情就困难的不行，你不包我也就是。你不愿意干也就算了，还要说出什么激情的话来，我一个人干个，哎呀，你说我都说行了，所以我就气得我就顶了他嘛一句，我再不收班也比你说的家了一分钱不让求，所以就吵起来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明天过十五呀，回公公婆婆家的说话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了，把我心里头的这块疙瘩解开，我说开了就没事了，说开了。该干上咱们就还干上，反正说句实话，老汉买这个穿搭，我知道，我也没拿出错上次，买这个穿搭，咱们都是说的可伤心了，你过个脸翻篇了，不是了。就钱考虑，没事是，